Hey, 大家好，可以看到这个 GSC app 就是 GSC 和 Microsoft 一起推出的专属应用。正在连接中。这个就是整个应用的界面，那么是深度定制的，大家可以看到。OK， 最新电影，戏院，这个是一个菜单，那么还有促销等等的资讯。接下来我将示范如何用这个应用程序购买机票，所以我们先按 Purchase Ticket， 选择戏院，比如现在我们在密维利，所以就选择密维利，那么时间，给电影。Showtime， OK， 可以选择最多是六个人，那么我就选两个好了。那么当然你们是情侣的话，可以选择情侣座位；如果是残障人士呢，也可以订购残障人士的机票。嗯，那么你可以选择你要爆米花，GSC 称为的 E Combo， 有 Combo 一和 Combo 二。那么我们就选 Combo 一好了，一 set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就到付款了，付款可以使用 Credit Card 和Maybank to You。那么如果电影它是限制级的，它会做出一个提醒，那么如果你已经超过18岁了，那么就按 OK。 当然你在订购机票的时候需要输入自己的名字、电邮、电话号码以及你的 IC 号码。OK，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选择座位的界面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深度定制的。OK， 那么我就选这里好了。价钱、地点、电影名称、日期、时间、座位号码，那么整个列表显示所有的资料都非常的清楚。那么整个付费过程呢是开放8分钟的，所以我们要在8分钟里面付费。好，那么我们用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使用信用卡来付费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还没有填写这个资料，所以是不能付费的。 OK， 我们退回去。OK，选择 Maybank to You。
OK， 它会直接进入一个 Maybank to You 的登录界面，那么在这里输入你的名字，那么按 Next， 接下来就输入你的密码，就可以使用 Maybank to You 来进行付费，那么你就可以成功的购买机票了。OK， 近期的介绍就到这里，那么还有更多的详情继续留守 Android.my， 谢谢大家。